二哥，哎呀，马快，二哥回家了。哎，是啊，小鬼长这么高了，你怎么夜里走车？哦，我是帮村长赶车到城里去。谁？村长，村长，你看谁回来了？是金奎三爷，你好。哎呀，这不是刘杰小鬼吗？哎，嗨，出息了啊！当了什么官了？哪里，刚干上排长就受了伤复员了。哎，听说您回咱村当村长了？哎，文化跟不上啊，啊，复员了，好啊，复员费可别乱花，要好好的计划计划啊。走到城里去，三爷给你接风。不了，我要赶回去。哎，怎么？心都长翅膀了。好啊，回头加着见吧。走，马快。哎，这老乡，这是什么村啊？是你呀、啊？你还认识我这个老乡吗？真认不得了，一兰，你变样了，咱村也变样了。从你的信上我算着，你一定在早晨到。我已经等了你三天了。谢谢你。走吧，先上我们村去吧。一下该怎么称呼？叫姨，对，叫姨。哎，这儿啊都是姨。算了，别闹了，这是你们村王友祥家的小荣。哦，小荣啊，都变成大姑娘了。哎，你是胖姐吧？你好。你们俩跑人家村里干什么？闲着也是闲着，帮别人社里摘苹果去。啊、哦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呀。人家说这是我的寒暑表。怎么？高兴的时候可以当笛子吹，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当箫吹。按咱们村现在的生活呀，你就别想竖着吹了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哦，要找不着对象呢。别等人家了，你们还不赶快干活去啊！啊！社长跟安书记下地来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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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哎，你看上他了？去你的！安书记好，杨大爷您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早就盼着你来帮忙了，大爷已经招架不住了。你来的是时候啊，小鬼，快搬过来吧。只要你好好的干，保证能让你上北京去见毛主席。
一兰，有空到我们村来玩吧。还到你们村去？赶快搬到我们村来吧，跟大娘商量商量，快点入社吧。真的回来了，哎，您别难受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孩子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是二兄弟回来了吗？哎呀，真是我的二兄弟呀、啊！看，多出息了。嫂子好。好啊，哎呀，怪重的，放下吧。路上累得可不轻吧，快上炕歇歇腿儿。我大哥呢？啊，你先跟娘说说话，我去找你大哥去。孩子，你还走吗？您放心，我不走了。好了，娘可活出来了。娘，你躺下休息会儿吧。娘，咱家翻身那些果实呢？都卖了。咱们家底子薄啊，加上分了家，没几天又翻回去了。娘，您别难过，杨万福大爷叫咱搬到他们村去，入了社，以后的日子就好了。哎，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什么？娘，你看，这是多少？280。差不多，刚够还债。咱们有债？妈病了2年，欠了人家290块钱。一会儿凑齐了，交给你嫂子，赶快还人家去。看，这不是二兄弟回来了？你们哥俩亲热亲热吧。哥，你好。好，兄弟，可把咱娘给想坏了。是啊，就是你大哥也成天的惦着你啊。这次回来可别走了，嫂子给你说一房俊媳妇儿。哥，分家了，你怎么一直瞒着我呢？这可不能怪你大哥，咱娘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，不愿意占别人一点好处。得了，别说了，是我要分的家。其实说起来
还不都是自己的儿女？老二，把钱给你嫂子。点点吧。这是什么钱啊？这不就是给咱娘借的看病的钱？兄弟，忙什么呢？人家也没催咱呢。怎么借这么多？咱家不是还有点儿？孩子妈，孩子妈，二人再见了。哦，有心二叔，听说你复原了，大前锋军，复原了。孙大爷，你好，吴叔，大哥，你好。哎，我先问你一句，是真的不走了吗？真的，回家来参加建设吗？哎呀，好，坐坐坐。二叔啊，您这是要出门吗？是啊，庄稼收拾完了，我想到小王庄合作社看看了，学学艺去。哎，杨万福大爷那个社不是办得挺好吗？嗨，人家是典型省里县里的干部，一年到头围着转，农贷、新农具、化学肥料不断的给，咱们学得起吗？是啊，典型是好啊，可是光让看就不让办呢。咱们那个村啊，是个没娘的孩儿啊。是啊，是啊。二叔，依我看，咱村无论如何也要办，这不办社怎么能行呢？对呀。是啊，大伙想办事都想红了眼了。可安书记啊，就是不批，因为没资金，没硬骨头。什么硬骨头？嗨，就说没党员，明白了？没有这么一条啊。哎，怎么不找咱村长？他不是个老党员吗？打了十来年的游击。嗨，找他呀。老码头，换扁担来了。你看看这是谁呀？大爷，你好。我回来了。我来吧。您不坐会儿？哎，为了跟王金奎换工，都快逼成魔怔。说穿了，还不是扛活。王金奎有了不花钱的长工，就腾下身子跑买卖。你想他还有心思领着咱们这伙穷棒子成社？怎么样，刘姐，敢干不？咱们办个社，给他们看看。爸爸，刘二哥就要搬到前村社里去了。嗯，是我们团支书说的。你算了算了，阿珍儿别在意，刚才的话算我没说。二哥，你能不能在城里给我找个事儿干？快回家去，你想晋城想疯了。阿珍，等会儿搬家告诉二叔，好给你帮个忙来啊。看见了没有？这个，咱们庙小，装不了大菩萨。走吧，走吧。刘杰，你在家啊？回来了，三爷。哎，走吧，到我家去喝酒去，咱们爷俩好好聊聊。刘杰二珍回来了。不认识吗？王永富吗？二珍还不知道吧？我现在已经中农了。哎，过去他的富农成分定错了，已经给他改回来了。
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啊？没有吃的，想弄些菜，明天到城里换点粮食。对，都活动活动好。刘杰啊，复原费可是个基础啊。三爷有这么个心意，想帮你搞点副业，让你家过个富裕日子。走，咱们合计合计去。不，我不去。走吧，喝两盅去吧。那好啊，考虑考虑吧，缺什么只管到三爷那儿去拿啊。咱们走吧。依兰，快点快点，参观都等着呢。杨主任，咱们的总产量到底是多少斤呢？参观的问起来该怎么说呀？哎呀，问安书记，安书记掌握着呢。真乱。好了好了。姑妈，姑妈，依兰，哎，快把你爸爸那双新鞋给他拿出来啊！啊，你快去拿。老杨。老杨，你就快点吧，记者都在等你呢。哎，安书记啊，我们的猪圈到底盖在哪儿啊？新下的小猪啊都挤不下了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非找我？这不有主任吗？这我不得摸头啊。这么搞怎么行啊？那我不成了包办代替了吗？快点吧。你就盖在粉房的后边啊。姑妈，这是250块钱，连本带利多，给您。是三分利吧？听说超过了三分可算是剥削呀。是三分，这不算剥削呀，人家求还求不着呢。是啊，我求还求不到呢。别动我的。姐，怎么你连我也怕呢？不交给我还不少点麻烦？瞧。一定要回去，一年多了还是这么几个。你看，我还能稀罕你那俩钱儿。三叔，姑妈怎么能跟您比呀？给他吧。你要真能保住不给我赔了，那我就放心交给你了。给他。我说姐姐，别看姐夫是劳模，各地都来参观，出大风头，我还真不大服。吭哧吭哧干半年，我一趟就有了。不要动了啊！不要动了啊！笑笑。今年的成绩说明了合作社的优越性，所以我们首先呢必须搞好了典型，给全县示范。至于明年的产量呢，计划估计至少比今年呢再提高25%。到30%。哦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县委会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这位劳模主任。向他学习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啊。刘杰，昨天社委会已经批准你入社了，快来呀！爸爸，啊，爸爸，刘杰来了。哦。
我们的生产队长来了，这就是刚才我向大家说的二等功臣刘杰同志。他刚复员回来，以后我们这个社是劳模加英雄，力量更强了。谢谢，请看张照。就是优越性，安书记，哎，请不要讲话。同志，你还是不要照吧，我是来找安书记谈谈，我不想入社了。坐下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你说说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哎，我这有。哦，安书记，我们村的群众都想办社，对领导上只顾办点心很有意见。这是暂时现象吧，领导上照顾不过来呀。可群众说，村长总往城里跑，不管他们。哦，怎么搞的？什么事我没管呢？这两天我往城里跑是跟供销社拉脚呢。是谁说的？王永祥呗。哎，你刚来呀，不了解情况。这个人嘛，他是一贯喜欢说怪话发牢骚的。最好您还是到我们村再去了解一下吧。嗨，用不着。好吧，你还是赶快搬过来吧。安书记，让我留在我们村工作吧。那为什么？刘杰，你知道我们对你的希望有多大。刘杰啊，别听那些落后分子的话，还是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为对。拿复原费倒腾买卖可不是条路啊。谁倒腾买卖了？问问自己的良心吧。哎，你这是从哪儿跑来插这么一嘴呀？哎，我是来请示安书记的，我也想办社呀。我提醒他两句，还不是为他好，怕他往资本主义路上走下去啊。要不他怎么不想入社呢？还在生气呢？大伙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你不是说回乡建设吗？怎么，你真的拿复员费？你怎么也相信村长的话？我就不信，地主能达到，美帝国主义能达到，难道只求命就达不到？二叔，回来了，办事的事打听的怎么样？打听到了也是白扯，哪儿找党员去？二叔，咱说正经的嘛。是正经的嘛，我们这些年跟共产党走，条条大路没有走不通的，唯独到了社会主义门口，门槛忽然高起来了。要不怎么说共产党忘了咱们贫苦农喽？您这话可不对。我不对，你对。
你往老社跑也对？不，我不去了呀。真的，不去了。别拿我老头打哈哈了，哪有到了嘴里的肉包子不吃的？是真的，我来找二叔就是想跟大伙一块儿办事。对，咱们穷棒子最穷棒子。好，二侄做得对，二叔服你。小荣，你能入社吗？我爸爸能入，我当然能。那你看我呢？你呀，你还是给村长赶大车去吧。我才不给你赶呢，我要入社，帮个忙吧。好，这事交给我吧。小荣，别走啊！我找谭支书去。哎，杨大姐，杨大姐，你来。大姐，我告诉你点事儿。是不是又想进城找对象去了？哎，大姐别逗了，过去我们村没出路，不进城找工作还成啊？现在啊，刘杰二哥领着我们办事了。啊、哦，哎，真的办事了。哎，大姐，这一回我们村该成立团支部了吧？哎，大姐，你帮助帮助我们呢。好，我一定帮助你们。真要办事了，你又眼红了。人家这几天干的是不错呀，都是些穷户。你没听我叔说，鸡毛多会儿也上不了天。咱们也赶快办吧，安书记不是批准了吗？哎，咱们办事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找那个肩膀硬的。哎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，老码头是往刘杰那边凑，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给拉了去。大爷，入社吧，比给别人干强啊。大爷，别瞒着了，把您那一肚子委屈跟我说说吧。我完了。听说你们成社了。大喜的事儿啊！啊！别闲着了，干活是真的。怎么，也很热闹，老码头？你欠我的那笔账，我可从来没有逼过你，咱要凭良心呐。告诉你，咱们也要办社，县委书记是我的老战友，我能让他们办起来？走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二哥，
什么事儿？我们成立个青年突击队，到后坑挖烂泥去，好不好？好。二哥，我们也去，要不要？要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小荣子，啊，你等等。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们青年怎么今天这么新奇呀？这是秘密，别看你是咱们主任，也不能告诉你。哎，告诉我们啊？告诉你也行，可你以后对我态度好点。我哪点对你坏了？你想想吧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保证对你态度好，行了。告诉你吧，我们青年也有上级。你呀，你什么也不懂。我代表自然村感谢团支部书记的帮助。谢我干嘛？人家不恨咱就行了。报告，人家不恨。这是干什么？给喝的事挖烂泥啊！谁批准你们的？你们胆子真不小啊！谁批准的？毛主席批准的。对，毛主席批准的。好啊，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村长没有啊？反了你们了，都给我回去！村长怎么的？还不是大伙选的。你这是跟舅舅说话的啊？我是团支部书记。那好，咱们公事公办。安书记已经批准我办事了，这肥料也不能让他们都走啊。好，那咱们给村长留一半。好，留一半。留一半就留一半。村长，你的合作社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窝里还没孵出来呢。村长，到城里去吧，赶你的大车去吧。你回村想办社，这股热情很好。可是这比打仗可难多了。村长是有些缺点，你好好帮助他吧。办社嘛，得首先搞好典型示范，不然的话怎么让群众来学呢？大伙说瞅着示范的日子不少了，正好这大馒头光让看不让摸。嗨，那是老社的经验还不够。哎，这儿是个灯塔，灯塔不点得亮亮的，怎么能照见大伙儿啊？可群众都说灯下黑。哼，你可真会说话。我问你，他们是什么成分？都是贫苦农，也有中农想参加了。要是办到有人不干了怎么办呢？说服吗？说服不了呢？那无论如何也非让他们干不行。你这不是强迫命令是什么？简直是胡闹。好了，好好的跟村长合作啊。我已经批准他办社了。可群众不愿意和村长在一块儿。群众不愿意，你不会说服吗？
我不是不服从组织，是群众不愿和村长一块办事。那你不会自己干？自己干？嗯。介绍你个经验，这玩意儿不熟，你可别揭锅呀。你们先偷着把条件准备好了，再向上级报告，上级不会不批准的。那你汇报还不都完了？我给你保守秘密。真的？我们说办社对贫农有好处，可对中农也是有好处的，是中农最好的出路。只要社办好了，贫农中农都能增加收入。在土地处理上，我们采用按常年实际产量折股入社，在劳力和土地分配的比例上，采取劳55地40，公积金公益金5/半的。我觉得你很好，我们俩。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？你呀就会捣蛋。什么叫做投资呢？投资呀。谁呀？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们找东西，东西丢了。你们还想偷听啊？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打听的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哎，怎么样啊？得投资。怎么投？没听清楚就叫村长撵出来了。本儿啊！啊！哎呀，坏了，我的钢笔丢了。哎，马奎，啊，你说说，到底要投多少啊？嗨，大概有多少投多少嘛。啊，有多少投多少。哎呀，那还能有个底儿啊？哎，哥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回家有点事。就来。哟，怎么了？闹猪瘟了？起来，起来。肩膀硬的都溜了，大伙儿泄了气了。是投资问题还没搞清楚，你快把小王庄的情况给大伙儿谈谈吧。嗨，我晚了一步啊，我都打听明白了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来，站住。里边开会呢，先人免进。嘿，你这孩子，谁是闲人呢？我也要入社呀。这玩意儿出境可不能由你，还是想好再说吧。哎，怎么样？马快这小兔崽子，拦着不让进去。准有好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
大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我入还不行吗？刚才大伙说了，你呀，准是一个人带两亩薄地入进来，老娘们留下好地单干，切，打我这儿输不过去啊。准有大好处，可他们这两家都快没吃的了。再说我叔那儿也要咱去啊。不行，咱可不上那个贼船。哎，我看我们合计好了，把西边两亩地也入上，这可是咱们村拔尖的啊。嗨，大哥，你就别受这个洋罪了，还是单干的好。这么说大伙儿都没问题了。妥了，咱们今儿晚上就跑现实。我再入上一条牛还不行吗？二叔，大哥决定入社了。二叔，我入社。大侄啊，一跑现实，往后这地可就不姓你们刘家的姓了。我豁出去了。好。说他们都没粮食了。嗯。二叔，别使劲打我的牛啊！大哥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快干活吧。算了，别管他了。你怎么搞的嘛？你搞的？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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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？怎么了？不，快坐下，坐下，坐下吧，坐下。刘莽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啊？别慌，别慌。怎么样？三天才吃半升粮。活儿太硬了，来来来，对，快点！这么硬的活儿，净吃稀的还行啊？喝吧，喝吧，快喝了吧。不要紧。就是心里有点发慌。二婶儿，来，现在咱们是马缺草料，人缺粮啊，
我看，你从你哥哥那儿给咱们市借几兜粮食吧。好吧，我跟他商量商量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刘雄，刘雄，大哥，刘雄，刘雄，刘雄。算了，咱们再想办法吧。老杨，贷款的指示下来了。嘿，还没吃完。爸爸，嗯，要是贷款不行，我看吃粮说什么也得给刘杰他们解决一下。哎呀，知道了。我可得顾得过来呀、啊！安书记，嗯，我看刘杰那个村啊，我们不能再不管了。你还是不掌握重点呢。不，我觉得他们够办事的条件了。我们要是总压着，什么？哼，压着。安书记，嗯，听说农业贷款下来了，有我们的没有啊？有啊，合作社嘛，当然有了。那好。哎呀，我这个村长可真难当啊！怎么了？你说群众要是说我一样的社两样待遇，可怎么办呢？什么一样的事？就是刘杰那个社呀。你还不知道啊？我们村有名的，一个红社，一个黑社。这太不像话了。怎么？你连这个情况都不向党反映了？安书记，我本来想办的差不多了，再跟上级请示。依我看，这个黑社比红社强多了。依兰，这样下去可危险了。你想，要是群众想怎么搞就怎么搞，那以后还要不要领导啊？我看他们办事的决心很大，热情可高了。嗨，你怎么不按照上级的指示来工作，去支持刘杰办黑社呢？要是出了毛病，谁负责呀？这是我给刘杰出的主意，可不能怪他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到这个时候还跟刘杰打掩护呢。舅舅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不好好干，还不许人家别人干，人家群众对你也大了。我干了什么了？你指出来吗？依兰呐，是别人跟我唱对台戏呀、啊。我这十来年为革命流过血，对党我是赤胆忠心呢、啊。我落了个什么？结果我落了个这。你看你真不懂事。依兰，我考虑应该让你去提高一下。现在省里办了个农业技术训练班，你明天就可以去集中了。关于刘杰的事情呢，你不用管了，组织上会帮助他。杨大爷，安书记，怎么，你们到底还是成熟了？我们正想来请示，看看条件够不够。好啊，你还瞒着了。依兰，你说说吧。这件事我应该负责任，
是我指使的他，我没有主动汇报。刘杰，我们承认错误吧。想想看，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？别忘了，还有党的领导。我觉得，党不会不让我们往社会主义走。谁不让你们往社会主义走了？啊？那为什么村长办事能批准，我们就不行呢？很简单，领导上照顾不过来呀，要严格控制嘛。你们村呢，只能办一个社。可我们哪一点也不比村长的社差。请您去调查调查，也听听群众的意见。群众，别太骄傲了，搞农村这一套你还外行啊，搞垮了得我负责。我保证。你保证什么？你保证改掉你的错误。我觉得我没错，我支持群众办社是为了大家过富裕日子，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，这错了吗？难道不要贫苦农了吗？立刻回去，先辞掉你的社主任，这是党的决定。猜的怎么样？我看还是按刚才想的主意办吧。对，干活的吃干的，不干活的吃点稀的。还有，家里有余粮的都凑出来吗？哎，人好说呀，可牲口不懂事儿啊。没关系，咱们放夜马去。好，对，咱们去。我们也可以去嘛。二婶，看见了没有？社会主义的路算走定了。这叫棒打不回。乡亲们，大伙儿重选个主任吧。是上级决定的。不，是我自己。荣祥啊，这孩子有难处啊。我全明白了。这样吧，大伙要是看得起我，这社主任我带领两天。一句话，毛主席把社会主义大门给我们打开了，不让进，我们急也急进去。二哥，你真的扔下我们了？二哥，刘姐，大伙儿离不开你啊。二叔，我拥护你当主任。好，我先不管大伙同意不同意啊，我先问问你能不能当着社员，咱俩还照样办事儿。行，我干。对，对，就这么办。对对对，不管怎么样，轻点，拆设轻点。这往后啊，咱们可就是土地入股的互助组了，谁要是泄露一点风声，谁可对不起毛主席啊。我在部队上看报，听上级讲，都说农村离合作化不远了，可这么多没有合作化的落后村怎么办呢？
我们不对吗？要是春风能把我这些话吹到北京去有多好啊。到底谁对呢？党中央，毛主席，我是在农村里工作的一个党员，我有个问题。就来了，有事吗？没有，大娘，我就要到城里去学习去了，赶来看看您。我爹叫我给您带了点粮食。哎呀，又叫你爹操心，这可怎么能收呢？大娘，您这些日子困难，我爹都知道。您收下吧，大娘。啊，好。大娘，您别告诉刘杰。你看这孩子也不怕冻着。大娘，您去吧。我来。啊，好，好。哦，是你呀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，我也想了一夜。其实我跟你是一个思想。安书记批评的对，咱们许是错了，太冒进了。你呀，真幼稚。刘杰，你怎么连党都不相信了？算了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思想。刘杰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依兰，依兰，别走啊！人家孩子好心好意给咱送粮食来，可你……我用不着人家可怜我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在家，人家可没少照顾我。这次还嘱咐我别告诉你，他一会儿就要坐车出门了。到哪儿去？说是到省里学习去呗。高兴了，你干嘛还愁眉苦脸的？快去吧，大伙儿都下地了。
看见了没有？要是再下场偷雨呀，庄稼就行了。庄稼收到家，咱们今年这一关就算是妥了。刘兄，你在那干什么了？你不怕人说你偷庄稼啊？杨大爷啊，人家黑社今年的收成要拔尖了啊！黑社？哎，可不要乱说啊，人家是互助组，哪成社了？哦，对，改成合作组了。怎么，眼热了？眼热就别单干了，啊？嗨，都让我那扫帚星的娘们儿耽误事了。娘，有我的信吗？没有啊。怎么搞的？别总天天惦着什么信不信的啦，快吃饭去吧，啊？哥，这工分账画的真像那么回事啊。我们照着老社的账本比着格画的。哎，二哥，你每天总问信，是不是在城里有了对象了？有了管着我的了。怎么又想进城了？要不是你那么骄傲啊，我就永辈子不进城。别瞎胡扯啊，你这个小团员可别忘了向团支书汇报思想情况。马快来了。又来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一辈子不变心。哦，你要去找你依兰姐去啊？嗯，好，大娘给你拿地址啊。小荣子，嗯，大娘平时看你不错，大娘还是劝你一句，大娘您说吧，去跟你大姐商量一下，还是到城里去找个工作吧，别跟着刘姐办黑社了。我们不是社，是互助组啊。别瞒着我了，人家都有人到安书记那儿去告他去了。得了，您别诈我了，我们是组嘛。拿去，抄下来吧。其实啊，我也是多管闲事儿，还是找你大姐去商量一下去吧。写个信就偷着跑来了，我找你有事，你忙吗？我们考完了，鬼丫头，跟我来。怎么又不想干了？想进城？哎呀，那么瞧不起人呢。大姐，你不知道，有这么个人，论工作、论人才，各方面都你看上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他可骄傲了。眼里就没有咱们庄稼人，天天惦记着来信，还不是在城里有了对象了，不是工厂的就是机关的。
大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也有这个体会。大姐，你有了对象了？谁说？那你不是说体会？我是说，我要是真有了，我就永不变心。他误会我也好，恨我也好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大姐，是不是这种事都得拿眼泪换呢？傻丫头啊，眼泪准能换得来呀。大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人什么样？人倒是挺平常的，可直到这几个月，我才越来越觉得人家可比咱强多了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往远了说，有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，是不是？对了，就是刘杰，可他一点也不知道我。怎么了？哭什么呢？你快说呀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好了好了，快别哭了，你快跟我说说你们跟刘杰办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有人告了刘哥了。为什么要告他？谁？不知道，就知道人家知道我们办黑社了，到安书记那儿告状去了。谁告诉你的？大娘。准是我舅。走，咱们俩快点赶回去。就在这儿。就是石城年景，这样的庄稼也是头一份啊。安书记啊，你看，他们连介石都给拔了。我看，我们应该接受拆散自发社的经验了。安书记，我们辛苦了一年了，好容易熬着庄稼长成了，难道就真的让我们拆了吗？是啊，地都种上了，怎么拆呀、啊？不论怎么样也不能拆呀、啊！不能拆，这不是要咱穷棒子的命吗？就合上了，我说你们别让了，不能拆！哎，别让让，有话慢慢讲。乡亲们，合作社呢，肯定是要成立的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共产党领导大家翻了身，难道今天就不领导大家走合作化的道路吗？不错，眼前的庄稼长得是好，可是搞合作社就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需要干部，需要条件吗？搞不好啊，那是要出偏差的。安书记，我们村您是知道的，要不是大伙新奇成了社，我们哪会有今天呢？是啊，那你就可以搞独立王国，不要领导了。安书记，我觉得多打粮食让大家富裕，这并没错。这孩子说的在理呀，对，是，真是。哦，学习回来了。审理指示要稳步前进。你不知道，可群众的疾苦，群众的要求，我们也不能不考虑。稳步前进并不是稳步不进。刘杰同志，你屡次对党的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，你还有点党性吗？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你干什么？入社。我们家里的怕他们信不过，叫我把地界搬来，给大伙看看我这点坚决性。哎，去吧，你怎么专干这种不长眼的事情呢？哎，怎么又不让入了？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安书记，拆
我们开设的事还是再商量商量吧。谁是县委书记？说什么设也得拆。 就是发生大水，也不过是糟蹋这庄稼。看你这么一来，我跟人家扛了一辈子的活，都快七十了，从来没有过这种好的日子。就是要了我的老命，我也不能让你把事给拆了。说什么也不能拆呀！对，不能拆。庄稼都要收了，怎么能拆呀？不能拆呀！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闪开！安书记，双厂下乡视察了，这不在老社休息呢。 就剩下这一条路了，不管副省长怎么问，大伙要死了说这互助组吧。别遮盖吧，越是上级离毛主席越近呢。可安书记离上级比咱们老百姓近呢。是啊，省里啊都会也是挺稀罕你的。我看还是不要怕吧。二侄儿，闹不好二叔这个主任可要蹲监狱啊。 二叔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明白，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。我看还是埋箭石去吧，今天连夜赶着埋上。二叔。 从今天起，这个主任还是由我来顶吧。大伙儿先别急，设拆不拆，晚上支部会肯定要讨论。先听信儿再说，我去看看去。刘杰，你等等，咱们谈谈。干什么，小鬼？又胡思乱想了？哎，你别走。 我有事，哎，这什么时候你还捣乱？谁捣乱了？小荣子，我不是个傻瓜，这些日子你对我的态度……你胡说！你快跟我走。喝完水吧，一去就是大半年，哎，学出功名来了吧？大娘，啊，这会儿啊，不失新功名，是毕业。那还不是一样吗？你坐，大娘给你烧新苞米去。大娘，您别忙了。你坐，你坐。你是团支书，不帮个忙还行。这个忙我可帮不上。 得靠你自己。算了，别泄气。要是真爱上一个人，就得勇敢点。你怎么连点勇气都没有呢？马快，大姐来了吗？来了，你看。马快，你出去。 你们俩谈谈吧。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！小荣，干什么？哎，团支书在这儿呢。团支书批准呢。还生我的气吗？
这半年我一直在担心你会不会再理我。那你为什么连一封信都不给我写呢？你不知道我有点怕呀。怕闯了祸连累你。还没回信吗？自从发了信以后，我的心一直就悬到现在。有时候我就梦见了毛主席，有时候我就……你什么也别怕。也许我是违反了党的原则，会开除党籍。我多想你能支持我，可我已经连累你一次了，我不能再对不起你。不，你告得对，我越学习就越懂得你，越觉得你的道没走错。今天晚上开支部会的时候，你可千万要沉着，就着副省长在这儿，你要坚持斗争，我一定支持你。是，我认为我们村子里的工作基本上是有成绩，可是很不幸，我们出现了这样一个同志，他无组织无纪律，犯黑社，搞独立王国，对组织的决定呢，一次再次的阳奉阴违，采取欺骗的手段。今天我们趁着副省长在这儿，好好的整顿一下思想。马大哥，见了副省长可千万把心定住了，都说出来，啊！我知道。副省长在这儿呢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听说今天首长来了，我想说几句。首长，这老头有疯病啊，都是你逼的。大爷，别怕，您说吧。刘杰，你不知道今天开什么会吗？别想，这是干什么的？群众。按照马同志，按照马同志。屋里太气闷，先出去听听群众的意见吧。老大爷，有什么话尽管说吧。共产党是讲理的。好，我说，我都说出来。我早就听说反社好，反了社，鱼帮水，水帮鱼的，能多打粮食，大伙分得多。像我这苦了一辈子的人，哪有不想过富裕日子的？可是王金奎，他想尽办法拦着我。
王金奎，我问你，我老伴死了，买棺材欠下你50块钱是吧？你就硬把你的地都交给我，你自己跑买卖去了。到秋后，你钱也赚了，粮也有了，可我自己的地都撂荒了。你二话没说，就逼着我还钱呢，我那两亩好地就归了你。哎，那是你自愿的。你别净说好听的了，你往城里拉粮食干什么？你还当我们大伙不知道啊？安书记，别听他们胡说，我哪样不按住政府的政策？算了吧，村长，不管什么政策，到你那儿你都会想办法搞出个人利益来。你们怎么不早反应呢？可村长说你是他的老战友了，那我们怎么敢啊？安书记，我当着副省长的面给你提个意见，村长办事你支持，可我们的庄稼都快收了，你还逼着我们拆社，你这是个什么思想？安正邦同志，这些情况你全不知道？老大爷，接着说吧，你不是说今天都说出来吗？好，说。刘杰这孩子叫我入他们社呀，我寻思跟着走吧，可是村长他不让，硬逼着我入他的社，叫我接着给他白看活。到现在我是吃一顿找他借一顿，我这个孤老头子。报告，这就是王村长。王书记，城里饭馆王掌柜违法倒腾粮食，他坦白说主犯是这儿的王村长。金奎啊，俺说可是咱们俩一块儿翻的身呢，当初打游击那时候。得了，姐夫，这资金里头还有我姐的份儿呢。什么？你可别胡说呀、啊、你。你不信问我姐。兄弟啊，你可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呀！嘿嘿，你再把我坑苦了你。你可把人给我丢尽了你。你只知道半点星，你可知道我们自然村都成了什么样了？成了资本主义的防空洞。你把点心看成你的私人财产了，所以你什么也看不见。副省长，过去我们都佩服安书记，都觉得他能体会上级的意图，对上级的指示也不，这只能说他片面的理解和执行了党的政策。他眼睛里根本没有群众，他把党跟群众给隔开了。当然，这责任不只是在安书记身上，也值得我们好好考虑。乡亲们，放心吧。谁要是挡着社会主义的道路，不让他们前进，咱们就一脚把他踢开。我替大伙啰嗦几句，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到北京，可我们真的见到毛主席了。
谢。不过毛主席可真知道大家办黑社的事儿了。那个打报告的人啊，就你们村里的。刘杰同志，非常感谢你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。哦，哎呀！